阿摩斯书第五章。以色列家呀，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，发出100的只剩10个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士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，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，使死印变为晨光，使白日变为黑夜，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，以致保障遭遇毁坏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恶那说正直话的。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。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。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，你们的罪恶何等大。你们苦待一人，收受贿赂，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，必静默不言，因为时事真恶。你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。这样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。要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，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，哀哉哀哉，又必叫农夫来哭嚎，叫擅唱哀歌的来举哀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。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？那日黑暗，没有光明，境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，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？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？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在旷野40年，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？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，并你们的神星。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。
第九章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臂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，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，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哪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。我必出令，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，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赢不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